我是一根薯条，自从上次直接无视了我前妻的情人的基友，风流小骚年后，我的噩梦就开始了。薯条，薯条，小薯条，薯条条，小小薯条，小小薯条妹妹。您的好友推荐人，风流小骚年。还给我推荐他，我都拒绝那么多次了。因为被我拒绝好友，这厮便开始每日每夜都在世界上奔腾，像一只放飞自我的野马。小薯条，你就接受我的爱吧，我决定啊，用满满的诚意打动你。薯条，薯条，小薯条，小薯条，薯条条。这尼玛，我躲还不行吗？结果这厮就像在我身上安装了定位系统一样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小薯条，我看见你了哟。薯条条啊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不用再躲了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跟着你的。小薯条，等我称霸全区啊，你就是区主的女人。看着世界公屏里被他刷爆的留言，手机屏幕都快被我捏碎了，我只想换回以前的男号啊，有木有？要不是我是高素质玩家，从不胡乱砍人，用行动维护。害羞了，别怕，哥哥已经撕开了衣襟，快来怀里吧。维护网络和谐，我之前和谐了你。你再他妈烦老子，砍死你信不信？终于不逼逼了。砍我，快来砍我，砍我，来呀。眼前出现的画面简直是美极了，风流小骚年成功的打破了我的下限，让我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哇，还是溜了溜了。屏蔽了世界公屏，独留撕开衣襟裸露前胸搔首弄姿的他继续造作。净化荧屏，世界和平。语义配音组制作《梦幻西游》手游同人广播剧《梦幻笑江湖》第二集，欢迎收听。电影《头号玩家》让游戏情怀再一次刷爆了微博、空间、朋友圈。有人说，三次元的世界里，人际关系往往变得很被动，我们受制于环境，考虑诸多因素，不是不能随心，而往往是不敢轻易随心。但游戏就不同啦。你遇见的人，与他结交多深，与他能有多少故事，都在于自己的本心。我们更多是关注在这个人身上，而非他的附加条件。聊得来呢，你就上；聊不来就拉黑呗。如此简单，能留在好友列表里，都是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是我以前的媳妇，我就是他当初的选择。当初在 OS 魂牵梦萦时，还是他追的我。可人呐，就跟风向标样似的，这暖风一吹，身子就不由自己的转了方向。结婚不到半个月，唉，本想过去了就过去吧，可偏偏就是过不去。下午我正在上班，香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。哎，薯条，你知道你前妻雪儿建帮的事儿吗？她和情人一起来这个区，竟然自己建帮。其实我想无视这个事情，把青青草原还给他们。可当我看见香肠发过来的她和雪儿组队玩游戏时的截图，大概这就是物是人非吧。雪儿依然是蛾子形象的普陀，连名字也没变，唯一变的是脚下的称谓，蓝尘云烟帮主。啊，蓝尘云烟，我以前的名字，他用我的名字建帮。那天我做了两件事，退出了现在的帮，去了雪儿那里。我承认
我无法不去在意这件事情。然而，我到了他的帮派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。我不知该怎么开口，挂机任务，任务挂机，只能如此。直到你妈的风流小骚年的出现，这一滩死水轻而易举地被他打破了。啊，是雪儿，这帮派是你的呀？小骚，你不去龙城哥的帮吗？现在不缺我，回头冲上榜了呀，我就回去。正当我准备趁机不备开溜时，这一丝紧接说的话让我肾上腺素飙升。这帮名不是你上一个区的老公的名字吗？你还喜欢他呀？公屏安静了，我整个人从聚精会神快到黯淡失魂时，屏幕亮了起来。他说是啊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大喜和来，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。雪儿，他说他还喜欢我，他还喜欢我。等等，我在这个区是女号，他喜欢我，我也不能跟他结婚呀。就在我捶胸顿足时，香肠在温室里发起了夺命连环靠。哎，你被全区暖男看上了？什么鬼？他都在世界公屏里喊你媳妇了。他知道你是人妖吗？啊，你他妈才是人妖，你全家是人妖。刚怼完他，还没来得及去搞清楚内斯又整什么幺蛾子时，游戏里就弹出了一条好友申请，我随手就点开了。我就跟被人丢上了过山车，来了一个托马斯回旋。水龙城加我为游戏好友，这要有多狗血。前原配的我与现小三的他这么快就要见面了？ Wait， 他并不知道这是我信号啊。让冷静下来的我把目光聚焦在这场事故的始作俑者骚年身上。我带着上坟和上班的心情打开了世界公屏。小骚，来我的吧。不去，我要陪我媳妇儿。才刚来几天就勾搭上，认准是他。你媳妇儿叫什么？我让她来我的帮。我是跟薯条。你跟暖男什么情况？哎呦我操！世界告白，骚的一批。之前不是男号，薯条，你有眼光啊！水龙城邀请您加入龙城天下。啊？哦，拒绝，拒绝。您已被蓝尘云烟帮会踢出，蓝尘云烟帮会踢出。你们这是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的游戏生涯堕落黑暗。如果你们觉得真就如此了，只能说你们太年轻，真正丧心病狂的还在后面。我是根薯条，请给我一把刀。说再见没有那么难啊，可是一转身回忆上线，人在线下。不是说只要我成熟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强人吗？可是对手总那么强大，一不小心就兵临城下。你们这些家伙跑去哪里啊？虽然说好总要微笑啊，可眼泪有时候就是不听话。
现实里的设定是不是太假？我的回合，我的回合，时间是条不能逆流的河，停不下来的回忆都是偷偷摸摸。我们的，我的回合，就算那不过是孩子气的快乐，用梦幻去跟现实拔河。我知道成长是很难啊，要让自己对自己刮目相看一下，和你们一起就不会怕，就算是我也感觉很强大。现在的我也有了变化，想给你们一些小惊讶，你们这些家伙跑去哪里了？就算梦再一次被秒杀，心回合还是一定会开始的，命中注定飞到更辽阔的天空。我的回合，我的回合，时间是条是最简单的梦幻快乐，认真的去跟现实拔河。我的回合，我的回合，时间是条不能逆流的河，好在回忆。